本地新增5起冠病确诊例，包括1起社区感染例，这是我国相隔15天之后呢再次出现本土的传播病例。而至于4起输入型病例，都在入境的时候接获居家通知，目前累计病例为58195起。另外呢，主角中心和周围营业的一些摊贩和商家，上午呢在小印度地铁站附近接受自愿性的免费冠病检测。随着我国逐步重启经济活动，卫生部将扩大社区检测范围，以尽早发现及阻断冠病在社区传播。接受检测的摊贩和商家受访时表示，整个检测过程快速有条理。They're very well organized. They explain each and everything in detail. So it's a very good experience, and everybody should do this. I'm working around here, and I have three outlets in this vicinity. And probably because the last, Diwali was very crowded, just to play safe lah for everyone. 卫生部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为主要批发中心，如巴西班让批发中心以及物流公司的人员提供冠病检测。当局早前也在全岛多个地区，如马林百列、红帽桥以及达曼玉郎，为德士和私照车司机、送餐员等提供免费检测。